台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哥齐秦啊，非常想念大家。最近有我的歌曲《大约在冬季》改编的同名电影，12月27号就要在台湾上映了。那么希望到时候可以到电影院多多去给我支持。这个穿越了30年之久的浪漫爱情故事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谢谢你们。如果你想我，就一定要让我知道。如果你爱我。请大声地告诉我，圣诞跨年唯一约会电影，请你记得我们深深相爱的时光，因为那是我们一生中最最美好的回忆。大约会是在大约在冬季，12月27与你相约。粉丝召集令与偶像一起欢度圣诞跨年夜。